大家好，我是阿芝。那我们先解一些支线，因为很多支线没有解，先解一解。我想问你，除了环岛、三角洲健康，我看一些保肝的药给你吧。你爱情的泥沼当中不可自拔，就是姑娘你的热情的吻。我没有卖这种药，你找别人吧。什么跟什么啊？真心换绝情啊！总之，千错万错都是你伤我兄弟，不错，错小梁，都是接到兄弟的亲情真情，你到时候看你怎么补偿我们。那个四个火把是不是单机版的那个光甲云长那些人？砂锅大锤子啊！对啦。为什么模组不做一下呢？真是杀过大头。哦，可惜那四个火把他们没有做起来。然后快转。好，转完了。乱吃药 为什么是忘忧谷啊？忘忧谷探索家室，神医居。哦，这个打不赢，先找前往。哦，那是打架就对了。OK，先腰酸背痛，来送我两发。通过下面，那是故意的吗？高山流水遇知音，这高山流水是什么故事？我查一下。然后答案是俞伯牙。夕阳阳西落江河。魅力加一。人这一忘忧谷哇，御风功夫45400，应该可以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可以呢，简单。他一级素女剑法我就死了。哇，这边战力要这么高哦。打不赢啊！这边还有支线。哦，这边都跟单机版的剧情一模一样了。
第二天，自然不会。天龙临七弦上，静听松风寒。OK， 有唐伯虎就是个无赖之徒。哼，替你骂人家。李维之代替书生了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这么随便哦。你看他们两个很熟啊，哇靠，讲了很多废话，我都不太想看。好，什么年代？我看一下，应该是南宋吧。哦哦，那解差不多了吧。哦，还应该是暂时逃赢。好，过。有。冰心龙里万妖谷谷口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凤求凰。我这边直接把任嘉那边的支线全部做完。喝酒不是吗？我喝，很好很好，就是这种气魄，干。这边倒是跟单机版差不多了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
这边这集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话，点好左上的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打开，将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要收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里收看，拜拜。